像是昨天一样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Desmond， 为着《明明》这一部电视电影，给你做个现场直接的报道。特别的演员要介绍一下的，他们就是 Sam， 还有 Beauty。Sam 你好 ，Beauty 你好。哎、hey, 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。我是 Beauty。哎、hey, ，我是 Sam 仲张永华。他是 Beast。那为什么会叫 Beast？ Beauty 一定要跟 Beast 一起吗 ？I'm not the Beast。OK， 好，那其实我发觉呢，在戏里面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角色是挺好，是挺好笑，也挺出色，也好玩的，好玩。那我就让你们自己介绍一下你们在戏里面这个角色是什么。三女性感。OK， 好，我可以请拿麦。可以，我很喜欢拿麦的，很喜欢拿麦自己讲，因为平时没有在拿奖嘛，所以只好拿麦讲哦。快点啊 ！OK OK， 哇，催我嘞，催死了，下面都没有人。OK， 其实我在这部戏里面的角色呢，是演一个。卖面的一个马拉楼，那这个马拉楼呢，平时你知道啦，卖面之余的时间呢很得空，那么就会到处去啊，有些东西不说要保留，然后又会一个马拉楼通常它离不开吃喝嫖赌，其中一定有一样是这个马拉楼一定中的，所以我就因为某其中一个嗜好。欠下了一笔，不要说是什么债，它就是一笔债，情债。哎，那搞到最后呢，就要把那个老家给变卖了。然后在变卖老家的过程，他又遇上了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啊。够了啦，够了啦，够了啦。结果呢，就等你们自己去看吧。啊。麦关系了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也是很爱拿麦的。等一下。那基本上呢，我在里面真的是我是负责搞笑的。什么但是我在戏里面呢，我是负责搞笑的。但是他呢，因为他基本上啊，他天生就是一个笑话。你要承认吗？他像笑话多一点，还是我像笑话多一点啊？哎、欸，我是在里面的负责演一个美女。就演回我自己啦。然后呢，我除了他呢，这个暖了楼，还有另外就是跟何老咯，跟可丽也是有另外一条线的。OK 咯，美女都是有 offer 的咯。美女通常配野兽，但是呢，就配到这两个，哎，好啦，勉强啦，看在导演的份上，哎，吃了吧，哎，要这么对。对，我就辛苦的付出，你们我都不嫌你，你还嫌什么？你嫌什么？你嫌什么？太入戏了，太入戏了，太入戏了。你呀，就可以卖你的面了，走了。你看呢？还没拍完就开始打人了吗？那基本上呢，如果要吃到我们里，够了啦，要吃到我要抵救。要吃到我们呢，里面有怎样的一条线呢？就要你说，你。是的，是的，那现在已经很清楚给大家看得到这两个角色在戏里面啊，的确是真的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。那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，记得留守我们明明的官方面子书，或者你可以输入 The Story of Smarty。那我下一节的话呢，会再给大家做更多的现场实际报道。我有点要补充，重要的位置他占的，重要的位置是，我觉得没有。只有重的人才可以在重的位置。拜托，我是千金小姐。Yeah， 对吧？他讲的是在戏里面，因为 Beauty 他饰演的那个角色是比较肥胖。对，来，谢谢见喽。哎，谢谢见喽，谢谢见喽，谢谢见喽，不要给整个谈话。谢谢见喽，谢谢见喽，谢谢见喽。多少寂寞，多少。